中国京剧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，它就是流行艺术。当梅兰芳先生演出的时候，是万人空巷。现在的京剧同样，它具有流行性，它具有时尚性，它表现的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，就是仁智礼义信的这样一些理念、一些思想和一种精神内涵的东西。《锁麟囊》这出戏呢，是程砚秋大师的经典剧作，有第二代、第三代。那到我这个年龄呢，就属于第三代传人嘛。这出戏呢，是扶危济贫，给大家传送的就是和谐友善。中华戏曲理念呢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而我们跟澳门人缘相通，文缘相通，